这看呢，反正它拍起来漂亮就好了。它是自动的吗？不上去了，大同小异哦。分不出来在哪里。对。 那这个侏儒年，它下面还有一个神庙，这个神庙我们叫大鹏庙，也可以叫金翅鹭。那今天叫鹭，鹭鹭在那打鹭打，所以鹭鹭有拜金翅鹭的，鹭鹭党是金翅鹭的，鹭鹭有一家老公公，那就是做金鹭的。
所以我们关电梯，欧玛，也就是湿婆神跟他太太的儿子，那为什么神的儿子是大象？因为这个大象哦，他出生的时候啊，他爸爸不在他身边，哦，他爸爸就是出去外面工作，有没有？回来的时候，哎，怎么看到有一个男生就在他那个家门口守着，然后他的太太就在里面洗澡，然后这个妈妈就跟这个儿子说，哦，我要在里面洗澡，那你帮我们在外面守门，那不管哪个男生来，你都不要让他进去，这个儿子很乖啊，哦，就听妈妈的话，变成那爸爸回来。